欢迎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我是蔡文琪，带来关心这个礼拜的新闻重点。首先我们来看到新竹市暑假最盛大的艺文飨宴2023丰城艺术节戏游记来了。今年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26号，新竹市政府邀请了明华园戏剧总团、故事工厂、唐美云歌仔剧团、台湾特技团还有纸风车剧团联手轮番上阵，总共要带来五场精彩的演出，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可以来新竹市看好戏，还可以参加集章换冰棒兑换券的活动。由台湾特技团带来的双人邓闪演出为活动预先暖身，备受市民期待的艺文飨宴2023丰城艺术节戏游记即将在今年7月1号起到8月26号五个周六精彩上演。市长高虹安也与表演团队在6月20号上午共同拉开礼物箱彩带，宣布活动正式揭开序幕。那我想新竹市过去一直是一个科技城市哦，为大家所知，那我们其实在许多的这些科技从业人员，大家担负着这个经济发展命脉的同时，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在不管是晚间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体验到艺术的文化。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丰城艺术节就是希望能够用丰城这么大一个非常著名的九降风，将我们的艺术文化可以吹拂到新竹市的各个城市的角落，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可以在仲夏夜的这个晚间能够来看看我们这个台湾非常棒的一个艺术文化的表演。那这一次我们的戏目呢，除了从这个我们包含瓜戏啊，到我们的传统戏剧，到特技表演，以及我们的这个儿童的亲子剧剧码呢，其实我们现代剧的部分也全部都有南瓜在内哦，所以一定可以是一个非常大家预期到是非常轰动的一个全程关注的戏码。2023丰城艺术节戏游记首场演出将在7月1号晚间7点在富美宫，邀请明华园总团带来台湾在地传奇鸭母王大戏，7月22号在孔庙广场由故事工厂带来三个诸葛亮，8月5号在香山天后宫由唐美云歌仔戏团带来经典浪漫的民间传奇白蛇传，8月12号在普天宫由台湾特技团带来岛屿镇魂曲，8月26号在天宫潭公园则由纸风车剧团带来压轴好戏诸葛四郎。那这一次呢，明华园总团呢，我们是把我们所有的资深的年轻的全部带来了这个丰城，我们要上演的戏叫做鸭母王，也是台湾300年来的近代史。那这个戏里面非常非常的有趣，族群的融合，你会听到台语、国语、英语、客家语，所以整个舞台上呢，除了这个戏剧的精彩表演以外，也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台湾第一个皇帝就是农民皇帝鸭母王朱一贵。啊，我们的戏剧名叫做千年渡白蛇哦，就是法海人吼要来渡这个白蛇。我是做一个三花摆渡人啊，要来渡这个法海啊，总共是观音化身吼啊，做摆渡人要来渡这个法海安尼吼。本来戏剧咧做拢法海拢是做歹人吼，我们这个戏出呢，法海唔是歹人，伊是敢那讲要来渡这个白蛇吼啊，所以我就化身来要来渡这个法海，所以阮这戏剧的改编了真顺。今年丰城艺术节戏游记皆为免费自由入场，现场还设有集章换冰棒兑换券的活动，只要累积任两场次戳章就可以兑换限量冰棒券，欢迎全台民众大手牵小手一起来看戏。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为了确保大汉溪中庄调整池以及鸳山堰的水质安全，桃园市政府水务局推动了大汉溪上游埔顶排水水环境改善计划的工程，在中庄蓝河堰旁公有地创造兼具河川环境营造以及水质改善两大功能的瑞兴人工湿地，最近已经完工了，预计年底前就可以试营运。桃园水务局在大汉溪上游施作多处水质改善设施，最后一里路即将完成。桃园市长张善政前往视察关键河段水质改善计划最后一块拼图——瑞兴人工湿地工程状况。我们现在所在地是我们
施工了一年多所打造的一个人工湿地，叫做瑞星湿地。它基本上是把这个我们湖顶地区排出来生活废水做生态化的处理。在排入大汉溪以前，这些水经过净化处理以后，符合我们的排放标准，再排到我们大汉溪里面。那么一方面可以改善我们的大汉溪水质，二方面对于打造我们整个大汉溪沿岸的这个生态和这个景观有非常大的注意。那么这个是我们水务局在大汉溪沿岸整治水质很多很多工程的最后一块拼图。这块拼图完成以后，每天可以多处理大概10000公吨的生活废水哈，再排到大汉溪里面，对于改善大汉溪的水质有非常大的帮助。去年3月底开始在中庄兰和堰旁公有地打造瑞星人工湿地，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共1.83亿元建设。今年6月完工后，预计年底前启动试运转，每日可处理10000吨生活污水。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桃园是在大汉溪的中上游，下游会到我们双北、新北跟台北，那么那边还有板新蓄水口。板新蓄水口取得水的水质有赖于我们桃园这边做对水质做适当的保护，所以这块人工湿地完成以后，报告的一个是改善水质，二是在改善我们这个河岸的景观，同时保障我们双北地区我们的乡亲他们饮水的品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净水工程。大汉溪上游埔顶排水的水环境改善计划，除了具备水质净化功能，也能改善大汉溪景观，是非常关键的工程。此外也配合大龙门环状旅游带计划，串联大科坎地区发展，持续推动大汉溪水岸环境营造，提供民众休憩场所，提升大溪整体观光效益。记者林嘉靖、李安武采访报道。好，接着我们带大家来看到清华大学这群非常优秀的学子，清大赛车工厂七代车首度公开亮相，而最大的亮点是透过了团队研发的 Q-Racer 演算法跟速度感测器，整合电动车跟无人自驾车的系统，这辆车也将在今年再一次挑战学生方程式赛车的最高殿堂，也就是德国赛，以全新无人车的技术重返世界舞台。清大赛车工厂在去年首度以台湾第一人之姿出征欧洲赛场，今年将再次挑战学生方程式赛车的最高殿堂德国赛，以全新无人车技术重返世界舞台。日前，清大赛车工厂七代车 TH07 首度公开亮相，市长高虹安不仅到场见证，同时也预祝选手们突破自我，再创佳绩。那今天其实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七代车，其实它不仅仅是具有前面的几代车呢这个经验的传承，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在8月即将要去德国比赛，那清华大学的赛车工厂的同学们其实横跨了非常多不同的系所，包含像是动机系啊，然后还有许多的一些包含像是我们的一些做电子系统的，包含做经济系的、外文系的，很多同学都参与在这个 project 里面。那这个赛车工厂呢，过去其实也曾经得过许多次的奖项，最好一次曾经在日本呢也得到了这个应该是第二名嘛，在副校长得到了这个第二名的一个殊荣哦。那其实在电车组的部分，那也奠定了我们台湾呢在这个国际的赛事上，在这个学生的 Formula One 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也让世界认识到台湾，认识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第七代赛车的最大亮点是整合电动车跟无人自驾车系统，这个高难度的挑战所跨越的技术难度不亚于当年从汽油赛车转型为电动赛车。今年清大赛车工厂团队将以全新的第七代赛车挑战电动车及无人车项目，迎战8月的捷克赛事及德国大赛。 TH07 是从我们去年9月到现在有60位同学共同努力的心血。那这台车最主要以及最特别的地方是，以往的车子都是只能有人驾驶的，那今年特别是以电动车无人驾驶作为这次此次的设计目标，这台车同时可具备有人开、无人开的功能。台湾来讲，目前是全人放这台车里面的第一部无人车，那目前在国外已经有许多比赛有在比这个项目的竞赛了。
清大赛车工厂曾四度参与日本所举办的 FSAE 竞赛，并在2018年赛季首度推出两台学生方程式赛车，分别在油车项目及电车项目中出赛。其中电车项目的参赛车辆，同时也是当时全台首辆学生电动方程式赛车。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教育局跟张荣发基金会合作打造了科普阅读行动车，将会以科普卧游、还与我游为主题，将在暑假期间满载科普书籍巡回桃园的13个区域，透过行动书车带孩子阅读科普书籍的习惯，还会举办科普知识的趣味竞赛、自然景观走读踏查等等的活动。科普卧游、还与我游科普阅读行动书车启航记者会上，市长张善政化身成为专家导读人，发挥自身在工程领域的专业，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好想看世界》的乔一书，借由书中所介绍的世界知名地标金门大桥、伦敦桥，认识工程中应用的结构、力学等科普观念，让孩子们透过阅读接触科学知识并扩展视野。代表我们市政府非常感谢我们长荣发基金会跟我们一起来合办这个行动书车启航记者会，科普阅读好玩啊。我们生长在一个科技时代，我们期待我们小朋友不见得每一位将来都是念科技，可是都要在生活里面知道怎么样跟科技相处，善用科技，这是科普最重要的精神。那么这次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刚刚讲我们张荣发基金会跟我们配合，我们图书馆原来有了行动书车，这次要下乡到13区去，满载我们很多科普的书籍。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第一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个行动书车带动我们所有小朋友阅读科普书籍的习惯。第二，我们鼓励他在里面找一些实作的机会，等一下好像有些实作的这个示范。然后再下来呢，我们觉得趣味比赛，还有呢到一些外这个野外去实地的体验一下科普的感觉。最后呢，张荣发基金会有海事博物馆在台北，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过的话，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有关船的、有关海洋文化的很多这种知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小朋友有机会到海事博物馆去体验一下。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希望我们桃园培养出来的小朋友下一代，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未来的科技时代里面能够掌握科技的趋势，知道怎么样跟科技的生活好好的一起过日子。我相信说不管他们将来念什么领域，科技绝对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从小培养他们能够去有这个阅读的习惯，能够掌握科技这种怎么样跟自己生活结合的一种能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将来变成我们接触下一代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能力。张荣发基金会执行长钟德美表示，这一次活动是张荣发基金会继2021年与桃园市五所国小合作举办校园好好玩活动之后，再一次扩大与市府的合作，并纳入目前最热门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邀请各国小师生搭乘科普列车共同向前行。尤其是这次活动把这个目前最夯的、最热门的永续发展 SDGs 纳入到专案活动中。大家都知道桃园市的大家长张市长是温暖型的理工男，科普教育呢是市长的强项，所以我觉得桃园市各国小同学一定会受惠这次的科普好好玩各活动，让我们的科技教育往下扎根。尤其是之前那个美国 NVIDIA 那个创办人黄仁勋先生来访台，他掀起了一股 AI 旋风，可见科普教育是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存命脉。所以我在这里呢要特别再次盛情的邀请桃园各国小师生踊跃参加科普好好玩各项活动同时也不要忘记要组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各项的竞赛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搭乘科普列车共同向前行。
科普阅读行动书车规划五项科普推广活动，分别由同德国小、新溪国小、竹围国小和社子国小承办，并由专业科普阅读推手教师担任列车长，透过科普书籍导读共读，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意愿，同时举办科普知识擂台，邀请全市学生和家长组队竞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科学识辨能力。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清华大学开设了乐龄大学，提供长辈们退休之后学习新知的机会。最近六月毕业季，这群长辈们也要进行结业典礼。乐龄大学毕业班的班长马春玉姐姐也很舍不得大家，她说呢，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有很多有趣的课程，两年下来的快乐日子数也数不完。六月是毕业的季节，清华大学乐龄大学的学生们最近穿上了学士服，迎接属于他们的结业跟成果发表典礼。回想到过去在这里求学的两年，毕业班班长马春玉特别有感，老师同学之间相处融洽，学习愉快，除了不舍，更多的是还是不舍的感觉。同学之间呢，就是有一种很好的默契，大家年龄差不多，然后想法差不多，学习的那个共同的那个默契很好，然后专业老师带领着我们这样的学习，他会有考虑到我们年龄层，让做这个适当的教学，时间上也配合得很好，那就是学校呢还安排我们有那个结业典礼、毕业典礼。让我们感受到说，哎，我们好像也提升了很多。这场温馨快乐的结业典礼，乐龄研究院的学员们特别端出了一场精彩的表演，活力四射的样子，真的让人看不出他们的年纪都在50到80岁之间。清大进修推广教育中心的副主任刘先祥就说明，清大很重视乐龄教育，专门量身打造适合的课程，让引发长辈可以充分融入，感受学习的快乐。今天呢，就有研究院第13年在这边学习哈，已经13年的这样的学员哈，来参加结业式。那明年呢哈，他们今天还继续啊，在进入到第14年的这样学习。那我们也祝福哈我们的乐龄大学的还有研究院的学员哈，毕业愉快哈。那在这个乐龄的生活上呢哈，能够这个永远保持这个冲劲啊，然后行动力。越来越健康，然后持续活到老学到老。清大开设的乐龄实习总共有3个班级，一个班级是乐龄大学，由教育部补助，有2个班级是乐龄研究院，学生是自费上课。到今年为止，乐龄研究院已经经营10几年，帮助不少学员们建立更充实的退休生活。在国家推动乐龄大学的这个体制下，清华大学非常开心的能够让这些原来对乐龄学习非常热衷的同学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呢，在10年前左右，我们开始了有乐龄研究院这样的一个构想。那这个构想当然刚开始是学生发起的，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之后往下走可以继续学习，对他们人生来讲真的是太棒了。清大乐龄构筑了一个银发族的学习舞台，学员们不只进入大学殿堂学习新知，更有年龄相仿的同才作伴，这群充满年轻活力的阿公阿嬷们让人发现，原来退休生活也可以如此的多彩多姿。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好，夏天到了，戏水的季节也来临了，有很多的民众会特别安排戏水的行程，也因此桃园市政府的体育局跟消防局就特别举办了戏水防溺救护宣导的活动，模拟多种真实的情境，进行各式的水域救援器材训练，逼真的演练让围观的民众印象深刻。救生艇又简称 IRV，在远方看到有人溺水求救，通报后消防局紧急派救生艇来出动抢救，第一时间赶紧把人救上来，危机时刻还会同时出动远端遥控救生圈，快速把救生设备抛向，以掌握最佳的救援时机。
在上岸后，如果还是发现昏迷的状态，会立刻进行 CPR， 并且赶紧的送往治疗。虽然是模拟演练，但是相当逼真。夏日是民众戏水的高峰期，消防局就特别举办防溺救护宣导活动。本日呢，我们桃园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队啊，跟我们体育局哦，在暑假的前夕哦，特别办了一场啊防溺宣导的大型活动。那我们也借由这个活动的演练还有宣导哦，我们希望哦那个暑期期间哦，民众戏水的话，务必要到合格合法的场所，哦，避免造成危险。那如果有发现有人溺水，也不要贸然的下水，哦，应该要遵守叫叫声抛法的原则。除了展示演练过程，一旁还有许多的教学以及体验活动，让大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正确的戏水知识以及保护自身安全的方法，让民众在游戏中学习相关知识，寓教于乐。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暑假之前办理这样一个水域自救演练的一个活动，那希望透过实际的演练过程，让我们的乡亲还有我们的学校的学生了解这个水域自救的一些技巧跟方法，那千万有人溺水的时候，千万不要贸然的下水去救人哦，尽量利用身边的这个救生圈，或者是自制的一些可以漂浮的浮具，或者是竹竿来救人。那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自救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暑假即将到来，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哦，不要贸然的在我们这些危险的一个水域里面游玩。那像我们这个皮塘，虽然有开放大家来做休闲，但是我们不提供包括像钓鱼或者是下水这样一个服务哦，所以希望乡亲来做配合。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安全的一个夏季的一个暑假一个生活。消防局特别提醒，遇到溺水案件时，必须保持冷静，遵循叫叫声抛滑的救溺五步骤，不要贸然下水抢救，以免发生憾事。好，所谓的叫，第一个大声呼叫，第二个叫的话就是要呼叫119、118或是12110。哦，来报案。第三个深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我们岸边的长竹竿、哦长条物，哦来进行救生，哦不要贸然的下水，这个浮具或是救生圈，哦抛出，哦来救援。滑的话，就是利用大型的浮具或船艇，哦滑向溺者，哦来救生，这样是比较安全的。炎炎夏日哦，我们也希望哦民众，哦夏日戏水啊、要遵守这些安全的原则。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又安全的夏季。记者袁峰桃园场报道。逼真的演练，还有这个是为了要宣导骑车安全的重要性。桃园市教育局特别来到了启英高中，举办了无照驾驶不可行，考照骑车才有行的活动。考量到了高中阶段的学生使用交通工具跟相关的事故，大多数是因为刚开始接触机车，交通安全的知能不足，或者是无照驾驶所引发，所以加强了高中生对于机车骑乘的知识，以及宣导正确的机车安全驾驶观念。为让高中生了解正确骑车的重要性，教局特别在启英高中举办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现场也让学生体验模拟机车骑乘，提前体验考机车驾照。考照对我在考照上面的帮助，我觉得例如安全帽检查措施，还有机车检查措施，那以及考照相关规定跟安全注意事项等等，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也帮助在场各位同学能够学到更多考试机车相关的规定。我觉得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可以让我更了解在行驶方面的就是注意事项，还有安全就是规则啊规定之类的。对，然后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方面，就是可以就是更安全这样。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呢，可以在学校让同学来亲身体验一下考照的一个状况，然后让其他没有驾照的同学呢，也可以观摩一下之后他们如果想要考照的时候呢，要注意哪些事项。尤其是刚才在楼下的时候呢，尤俊耀教官呢也宣导得非常的清楚，一些交通事故要注意的事情，然后还有考照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我们很多同学都学习到很多。教局长刘仲成表示，桃园市致力推动交通安全教育，每年补助大约105间学校举办防治学生交通违规以及事故计划。
参与人数大约35000人，也补助7所种子学校办理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模组，来提升学生交通安全职能。今天我们在启应高中办理交通安全教育的宣导记者会，特别感谢启应高中彭校长的帮忙。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监理站的陈技士来讲解无照驾驶考照的相关补助跟机制，那也请杨梅桃园高中我们主任教官来做交通安全的宣导。我认为交通安全就是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我们必须要由学校内家长的去宣导，所以每学期在开学第一周我们就定位是友善校园周，也会把交通安全融入进去，做各式多元的宣导。那同时在学习当中，我们也有相关的课程模组，会有各科的老师融入在每一科的教学当中。那每一年我们大概补助上100间学校做交通安全计划方案的一个撰拟跟相关课程配套的推动，所以这些大概每一年都有3-4万个学生受相关的课程。那我们也希望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无照驾驶是一件不可行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从青少年阶段就让孩子有正确的观念，以后到大学或出社会，他才会把交通安全当作最重要一件事。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孩子的校外安全。目前参加机车驾训班，中央会补助1300元，桃园市政府再加叠上去1300元。参加驾训课程，除了可以增加正确的骑乘观念，减少无照驾驶的机会，教局也组成了机车安全防御驾驶宣导团，来鼓励各校年满18岁的学生踊跃报名。记者董宇飞、钟丽采访报道。好，接着镜头带大家来到了是新竹县。新竹县国产龙眼蜂蜜评鉴日前出炉，为了让更多的乡亲知道在地龙眼蜜的相关产品，新竹县农会特别举办了展售的活动，以行动支持在地蜂农还有优质的农特产品。小朋友蜜蜂装扮为展售活动炒热现场气氛。日前新竹县国产龙眼蜜评鉴结果出炉，最后选出26位头等奖，还有5名特等奖。为了让大家了解国产龙眼蜜的特色，新竹县农会特地举办了展售活动，让大家更了解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色香味俱全，品质也都非常的好，也有经过我们农粮署、还有苗改产、还有新竹县政府、还有我们县农会的辅导，均有养蜂产销履历，然后还有 QR Code 更有生产追溯履历，一定能够让消费者安心的品尝好蜜。用我们国产的纯正的龙眼蜜，再加上我们的柠檬，非常天然，适合大人小孩子在这炎热夏天来饮用。蜂蜜做成日本最有名的蜂蜜蛋糕，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蜂蜜的棒蛋糕，这个还有一些饼干、一些小甜点来邀给消费者大众来品尝。新竹县农会目前辅导4个养蜂产销班，以生产龙眼蜜、荔枝蜜以及百花蜜为主，采蜜期约在每年的4月到5月之间。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的蜂蜜，展售活动特别准备了蜂蜜相关的蛋糕、饼干、蜂蜜柠檬气泡饮等点心，让大家品尝，支持在地农特产。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以上是这个礼拜的桃竹新闻，我是蔡文琪，感谢你跟我一起欣赏今天的桃竹新闻，我们下次见。